从最后一幕可以知道，美剧《星期三》会有第二季。女主角珍娜·奥蒂加 Jenna Ortega 饰演星期三时独特的妆容教学影片，在 TikTok 更上被粉丝们搜索，观看超过1亿次。更别说她自创的活尸舞，更是被模仿上百万次，连女神卡卡也被烧到。日前打扮成活尸模样跳起同样舞蹈，还自称是血腥星期三 Body Wednesday， 官方还尚未公布何时上映，敬请期待一直被模仿的血色星期三的僵尸舞蹈。So get a witch's shawl on, a broomstick you can crawl on. We're gonna pay a call on the Addams Family.接下来第二季预计走向会是，将会把焦点集中于星期三的人际关系层面，除了延续第一季与狼人石油小狼女的友情发展，另外也将进一步探索她与母亲魔蒂女的关系。